董事长，你怎么看现在外界都把你拿来跟侯友宜来做对照？就说侯友宜，就是大家都说侯友宜他现在就是多做事，然后就是也不会跟中央唱反调，然后拿来跟你比较。嗯，侯友宜本来就做得很好啊，这没什么。所以你也认同他？那你觉得他这一次防疫工作上有做得比你好吗？不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其实主要是有，不过这种是比较不公平的比较了，因为这个领域本来就是我比较熟，所以我们让他们在第一线，你知道，我们每天早上晨会在调整，因为在下命令我自己很清楚了，就是，不过这是涉及专业问题的。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，新北市做的都很好了。台北市做得好，謝謝。台北市没问题的，台北市到目前都还是对的。好，来，市长，那像防疫的部分，其实蛮多人把双北做比较，然后像柯市长刚刚也有说，说您做得很好，但是像这一块他还是比较专业，那您怎么看？我觉得柯市长也很认真啊，也很努力啊。其实柯市长我一直觉得他做得都不错，而且他更有这个意识专业，他比我强太多了。跟他讲一句话，他的意识专业比我强太多了。我只不过尽我该做的市长的身份啊。那双北本来都是一起合作，双北台北市有确诊案例，新北市也跑不掉；新北市有确诊案例，台北市也跑不掉。所以我对柯市长的专业不但肯定，而且对他的认真，我还是觉得他是我们还是一个学习的对象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双北一起合作。哦，我相信。市长，我也看他今天也去学校关心小孩子们，都很好啊，大家都很认真在做事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做事吧。那中央跟地方也是要一起做事，大家并肩作战。所以，柯市长跟我都要加油啊，我们两个一起努力往前走。谢谢大家。